是我矮一点吗？没有，你把我拖到变矮。电视。
上班了。嘿，九月二十七号下午5:15，我们安安大明星今天第二场。那今天呢，所有的那个大明星啊，都是从那个新人开始的。嗯，那你今天我们很开心，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帮你介绍给大家。谢谢建哥。不要这样说，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美好的开始，然后那个经过自己的努力，然后慢慢，希望可以有发光发热的机会。我们今天那个下午场的这个安安大明星，来的是一位歌坛的新人，他叫做许书豪，书豪就是林书豪的那个书豪。对，所以名字也挺好记的。那人呢，长得有点韩国欧巴的样子，是怎样？这样赞美你不开心吗？不会不会不会、那你个人觉得像韩国欧巴这种，还是像日本、啊、就是你有点东洋味啦。东洋，对，就是比较日、哦、但是比较韩系、有些人比较日系，你走那个比较韩风的感觉、有人这样，还是只是我们自己为了找话跟你聊，然后突然间帮你想了一个标题？没有，蛮多人会这样讲。真的吗？对。那他们说你像谁？可是我都记不起来韩星的名字，因为我比较没有在关注那个韩国的那个名字。所以你个人不走唱跳路线？哎、欸，没有，好像没什么在跳、啊。怎么办？现在大家不是都要云文云武吗？不是，我拿吉他、欸。你拿吉他，你可以不用拿，你可以改天拿别的啊。可以，我可以考虑，可以考虑。对啊，学个跳舞什么的，感觉你这个，哎、欸，那个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哦，好站吗？可以啊，可以啊。天啊，叫你互站互坐的。哎呦，哎呦，很高的嘞。为了显示他挺高的，我本人愿意就是成为一个那个，就是你知道那个叫做比例尺。好，不要这样主持，不用太近，这样很不礼貌。没关系，没事，你站好，站好 ，take 一下，三秒而已。我本人号称170，好。哦，真的吗？请坐。好，赶快。真的吗？是什么意思？170。真的，你这样，可是看起来也是有点过分嘞。蛮高的啊。我个人觉得你这个也太多了，不用。今天江哥很瘦。哦，你也是个瘦子，我们要这样子互相标榜到什么时候？谢谢。对对对，刚刚唱那歌叫什么名字？刚刚的那首 MV， 对对，刚刚那个 MV 是过一阵子打给你，过一阵子打给你，就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心情。没错，太糟糕，就被别人这样子，所以我、哦、是被别人这样子、哦，对，被别人这样，谁呀、啊？那么大胆子，就很坏、啊、你长成这样，还有人说过一阵子打给你，然后就不打了，那就不要打啊，就去洗澡了，就走啊。哪里长那么好看？有差那一通吗？好看，改天就换你已读不回，我跟你说，人生要有一些这样子特别的感觉。对，好，那个书豪要好好跟大家先这个认真的自我介绍一下。好，大家好，我是豪尔。哎、欸，我要拿一下吉他，要有安全感。哦，真的吗？对，为什么？我就偏不要让人家放着。没事好。好，你就很帅啊，为什么一定要让这吉他一直爱着你呢？是不是这样讲？好。训练一下，不用，这不是训练，就是习惯。嗨，大家好，对啊，我是豪尔许书豪，然后我在10月份会出我的最新专辑，然后其实从3月一直陆续到现在，每一个月我都已经有陆续曝光了5首专辑里的歌。在哪个平台？在数位平台上都有。数位平台，对 ，KK 还有 Spotify， 还有 My Music。哦。就是应该都有比较大的，就是搜寻你的名字、都可以找到，所以。从4月哦，三月到现在，对，到现在已经有5首曝光了。哇，一个月一首的概念，对，一个月一首。3、4、5、6、7，你偷懒了8月呢？被发现了，没有。后来因为这两，而且现在9月了哎，本来是要那个时候要发，所以你只想要出一批哦。后来有在，后来大概这两个月，一批是6首，3、4、5、6、7，对啊。那其实后来我还有5首歌还没曝光。这么转光的，所以接下来就是5首新的全部放专辑里面这样子。哇，那你喜欢一种什么样的风格？平常听说就是现在是下午5点，刚刚呢在塞车的状态下是蛮好听的、但就是略显有一点点拖。没有，太过祥和。就现在这个时间塞车啊，就不是现在这时间的概念，就是有点就是不太跟你那个状态，就是你可以再可以更怎么样一点，好、就是再更有侵略性一点。OK， 有，我有一首歌，我准备好了，等一下我要再让你再唱一次这首歌，但你要用不一样的方式唱。哦，刚刚那首过一阵打给你吗？对啊，可以啊。那待会你想想。好。对，因为今天他接下来要表演这首歌，其实还蛮厉害的，所以我想要说，好好跟大家先聊聊那个。你的作品都是自己来的，都是自己的词曲自己创作，这样省钱啦。
是蛮有想法的，因为我自己很多想法。其实他那个来历还挺有个看头的，说啦说啦。其实我之前都在做幕后的东西，然后所以有跟一些歌手合作过，然后可是都是比较幕后的，所以大家比较不会知道。那你就说啊，不然我叫你说干什么？哦，好，有阿令、林宥嘉、周兴哲，有唱他们演唱会和声。哦，所以你有站在台边。对。哎，你不要这样子，我相信别人在挑选这样的和声老师啊，或是什么的，你应该也是有一些想法的。嗯。你整个人看起来就是帅气挺拔，如果这个镜头有时候带到和声老师的话，其实也蛮好的。佳佳啊，以前不是也在五月天那个吗？对。对啊，后来现在人家天后哎，开玩笑，他唱歌这么棒，所以就是一个出头的机会，就也是个磨练。对啦，而且你跟着站在那个那么大的场子上，所以你就是一个到过小巨蛋的男生。啊，对啊，就自己没有机会啊。你怎么这样讲啊？你刚跟几个人讲说你上小巨蛋舞台上唱歌给我？我唱过小巨蛋了，不是我自己。没事儿，那不是你自己，但是就是有一起演出啊。那所以在小巨蛋上那个应该也不止一次的登台了。嗯。所以有一天还是会希望自己就是主角，对啊、对不对？希望自己加油，酷哦！好啦，要有那个啊信心，就感觉让你就是太客气了。对，嗯，接下来希望这首歌能够展现一下那个你的雄心壮志，跟一点点那个霸道男孩的那种 ，OK， 威力。介绍一下你等一下要唱的歌。好，我待会要唱的是叫《不为谁》，对对，就是很帅的这样准备就好。好，不为谁怎么写啊？畏惧的畏。不是不为谁做的歌呢，对对 对, 对，是畏惧的畏。因为其实我自己的个性是，我在做音乐制作跟编曲的时候，其实是很有想法的，真的是比较。你是那个自己制作的吗？还是最后还有老师帮你配唱啊，还是怎么样？自己制作，有全部自己来。两三首是有找其他老师配唱，所以你唱的怎么，你唱的怎么好就怎么行，然后就这样把它收录，是这个意思？哦，对，但是还会跟老板讨论。因为老板给我蛮大的空间，因为他知道我自己有做这些东西。哦，不会啊，有些时候做一些东西要有人帮你看着的话。对，会，我也会问很多人说，哎，因为我自己你会不会又觉得好像就得随着别人的意思走？不会，我会听有用的。真的，可是我现在想要给意见。天哪，怎么这么霸道的主持人？可以啊，可以啊。真的吗？我很喜欢意见。哦，真的吗？你喜欢哦？好好好，那我是认真的。嗯，因为我刚刚有听你在那个。暖场，我们要试唱了一下。你等一下可以再霸气一点。OK， 可以，可以。因为我们怕吵到人。不用怕，这里就是一个演唱会的那个现场。我们这边，你看那个挑高，佳佳来这里唱过。嗯。然后唱的时候，全部人不上班。你要这个样子。你刚刚太小声。好。就是没有 power。好。就那一首歌，让你再用力一点。不要说，我不太懂你们专业的术语应该怎么说，可是一个听众的角度，然后想要给一个，我今天这么荣幸坐在这么 VVIP 的位置，然后还可以出两句嘴，跟他讲讲我的想法。我觉得，就姑且当作就新朋友来，人在这里，然后就是主人啰嗦了一点这样子。不会啊，真的吗？反正没关系啊，不然你下次还可以再来，反正你在对面，我们只要哪天就想要让人家在这边唱歌，我就把你拖过来。啊、看他们如果很无聊的时候。没有，你怎么这样？他上班是很辛苦，就是我们需要有一种慰劳的感觉，是慰劳，不是无聊。我乐意来慰劳大家。对对对对对，那不然反正你以前常在那个路边就唱起来，那你就来我们家，你就来我们公司门口，然后我们看到你说哎书豪啊，然后就把你叫进来。那边应该被保全赶。不会啦，我们会先跟保全说，哎，等下书豪浩尔会来唱歌，然后就自己在那边哒哒哒哒哒哒，然后那个制作人看到你说。哎，这样歌书好来了，我说哦来，要叫他进来，然后就直接唱两首，然后再回去。感觉也蛮好的，就是一种出来走跳一下的感觉。好，好，我把你吓到了，他现在怎么吓坏你？经纪人想说，天哪，今天遇到一个神经病的主持人。不会不会，我们初次见面没什么那个，立志成为国民聊天王的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让你打开你的话匣子，但我话比你多好多。对，但是我是有意思的，我刚刚个人这样子讲话的速度，是他等一下唱歌的速度。我个人觉得还挺厉害的，一首歌可以让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叽里呱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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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们没有上字幕，希望大家这个如果真的想听到他在唱什么，哎，那个对谷歌找得到你的歌词吗？找得到 ，YouTube 也找得到，现在蛮酷炫，都听得到这首歌。你知道有些时候新人出现啊，会带给大家很多的惊奇，搞不好现在留下来看的超多的哦。而且现在下午5点，无聊人也挺多。等下班，没有没有，就是有些人知道说啊，当明星今天来了，然后他是谁呀？然后啊好这样，哎看一下看一下，哦这个哦帅哦这样子，然后就留下来看。然后如果那种
大明星，比方是谁的早上啊不能看了，回家再看，就有这两种观众、哦，希望就是为你集到更多的人气。许书豪粉丝团要记得去按赞哦。啊，对，去搜寻 H A O R 许书豪 H A O R H A O R 这个 H A O R， 可是倒过来了。没关系啊，好 H A O， 对啊，对，好，那你要那个来唱不为谁了，对，你要有唱出一句就是完全不害怕别人的概念，好，好，好，天哪，超期待的，好，卡拉给他放下去，我帮你用卡拉，我们这有没有走一种就是还蛮亲切的风，很亲切，对，卡拉没开始这，你不用等，哎，卡拉就直接来就好，他会配上来的，对，我是要帮你垫档，我会垫一下那个 day air 的概念，来了来了，唱歌唱歌了。从来没有人说过，谁说过都没有充分理由说说服我，从来没有人听见就被确定是个英雄，也不该说你穿的不一样就是个下手，很多人想改变你我跟着做，也许因为在大眼中只能够是想长得高一点就应该去篮球，以为你长得瘦一点就应该去当 model， 都给他说就够了，改变了我更不值得，我热血不为谁的，需要路过的叫我怎么选择，疼痛我的都是自己人，就算过得很狼狈我享受这过程，反正愿你们就不必再听剧问跟下沉，他认真给你拍手啊，有有有有有，因为不是罐头的制作人而已，他都没有给你拍手，因为他在帮你拍照啊，所以经纪人啦，对啊，自己帮自己拍手，耶！刚刚这首歌叫《不为谁》，对，如果给你让你那个歌词用说的说得清楚吗？根本从来没有人说过，谁说过都没有充分理由说说服我，从来没有人天生就被决定是个英雄，也不该说你穿的不一样，也不该说你穿的不一样就是个小丑。对，会有人想告诉我们，就是以前念书的时候啊，很长的那个句子要背的时候，然后我们都会跟人家讲说，哎，你把它改编成一首歌那种概念就好了。哦，对。小时候那背一些很奇怪的那些什么化学元素表啊，或干嘛的，然后就自己或是那个什么圆周率有没有？对。那就大家自己想尽办法。对，因为我本身概念当中，我本身蛮有金鱼脑的，就蛮常忘东忘西，所以我那时候出这首歌，很多人就打赌我一定会忘词。谁这么就是粉丝们都知道我会忘词。哦，是，就觉得我很容易忘词。本身就是在朝国民天王周华健的方向在努力，但也蛮好的啊。对啊，没有想要忘词啊，不会啦，忘词也是一种美。但这首歌其实后来就是背得很熟了。因为那个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概念变成一首歌就会，是啊，因为你刚刚用旋律在记歌词的时候感觉就跟你自己这样只是光在那边念啊不一样，就像有些时候他们就是如果有人跟我讲啊私底下讲话啊怎么我也不一定会很快，但是突然有个对象来的时候就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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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一连串的就是话就有一种夹话子打开，然后就一整个说都说不停这样子。对，你刚刚在那个表演过程当中，就是吉他玩的看起来就还蛮熟练的，而且有点帅气。所以你平常写歌啊或干嘛，就是你的配器或是在那个找旋律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乐器就是你的吉他吗？吉他为主，对。那你还有其他就是乐器上面的才华吗？比方钢琴啊，还是？有钢琴跟打鼓，主要就这三个。打鼓，打鼓很帅哎。啊，真的吗？我上次有去一个那个 Trash 那个他们的哦、Trash， 然后那个金老师吗？金老师还叫我打，金老师还在讲金老师是金老师吗？你忘了？
我说那个鼓手啊，是吗？是金老师吗？啊，反正不知道，反正他很酷了。对，他还借我打两下这样子，然后就哇，好厉害哦！然后他那口口口口咔咔咔砰这样子。对啊，那个很帅。有帅，我觉得帅了大概五秒钟，然后觉得自己还是拿麦克风好了。就是做音乐这件事情，你大概几岁发现了自己有这个才华？国中哎、欸，其实我当初会开始是因为跟国中同学一起。就是大家只是猜拳玩，说你从国中就跟人家猜拳玩，然后猜完拳就猜输了写歌这样子、喔，是打鼓，猜输打鼓，哎、欸，不是猜输，就是大家你念什么学校啊？你小小年纪学校就有那么多鼓可以用，因为其实就是国中哎、欸，国中因为那个时候很红那个 X Japan， X Japan，、哦、然后大家都在看，好成熟哦，成熟吗？哦，对，国中我一开始很不能接受，可是因为跟着大家嘛 ，X Japan 不是很那个很 rock， 对对对，很凶的那种，对啊，你看起来。哪有什么 X Japan 啊？有音乐比较有想法。你就是那种乡村男歌手那种感觉、欸，对啊。所以呢，在国中对，后来就是我就选到了鼓手，然后大家就说，哎、欸，那我们暑假就各练一个乐器，暑假过完大家回学校、嗯。他们好坏哦、喔，他们找一个鼓，然后鼓那么贵，然后又一定要去那个音乐教室。可是我不用买鼓，为什么？不用买鼓，所以我只要买鼓棒就好。他们都要买电吉他什么的。所以其实我是最便宜的。哪有？那你可是你在这样就没有的练习啦。对，我比较要去音乐教室哎、欸，或是打枕头、打棉被。打枕头打不出咚咚咚的声音。对，重点是后来暑假回来以后，大家都放弃了，只剩我一直到现在。哦，真的吗？所以他们大家都去上班了。嗯，对，现在其实都在上班。你的这些人是你的国中同学，还是在讲一个国中时代的故事？国中时代的故事。真假的？对，那时候毛都还没长齐呢。对。不是这样讲吗？所以那时候你就开始，那你有人教你吗？有去外面学两个月，学两个月，后来都是自学，自学就是一开始学打鼓的时候，对。那你个人在创作上啊，会偏爱的是怎么样的特别一点点风格，还是你也是随性的那个节奏来啦，就啪唱给你听的？我其实蛮喜欢爵士的，爵士 fusion。或是有点 funky 的东西。嗯，他看起来有个娃娃脸，然后但是他有一个，要好好聊的年纪，但我们没有要说的意思。但是因为刚出来，你跟我跟你讲，你跟他说你二十，就他们也答应你，也会接受会啊会啊会同意。我们他二十，你同意吗？制作人点头，真的啦。是制作人。对啊，他二十一啊。哦对、嗯、对，看得出来。这样很明白吗？就这种是一个互相的概念，对，要有礼貌的概念。对，然后讲了这么多都没有聊到你音乐，你会难过吗？不会啊。对啊，但是你的音乐还是要讲一下，就是刚那首歌，在你那个每月一首的状态当中，它是在哪个位置？它其实是我最后一首，就是前面每月一首的。八月的这一首，哎，七月的这一首。三四五六七月的。七月的这一首。七月的。我刚刚有记住你八月跟九月偷懒，哎，没有上歌。对对对。对，但那首歌其实因为前面四首歌都还是在跟着我的那个爱情剧。就是有连载那种感觉，连载。可是第五首这首不为谁，他就是把这个连载断掉了。为什么？因为接下来的结局要在专辑里面才听得到。那不用断掉啊，就是先来一个过门就好了。为什么还要这样？这个过门，对，不为谁有点像过门啊，就是让大家，而且因为前面都是情歌，那前面的一二三，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第四集，大概是怎样？简单说一下。一开始在商店遇到一个马尾女孩。不认识，然后就很有内心戏。是写了第一首，对，然后后来第一首就是爱，就叫内心戏，就叫内心戏。哦，第一首是内心戏哦。对。哦，你现在在倒叙你的故事，我们等一下才要听内心戏。对。好，那再来呢？然后后来就认识以后，爱上了、哦，所以爱上个女孩是。是你爱上她还是她爱上你？我爱上她。天哪，那她有爱上你吗？她没有。她、哦、说有第三首就来了。第三首呢，就是这。前面那个就没有结局了、嗯，然后第三首就是我在学生时期，又遇到一个女生，嗯，然后又一样跟之前一样，都是内心戏，不敢搭讪，是，然后朋友就叫我去要她电话，后来就要到了，嗯，然后有在聊，然后她就说，哎，那我过一阵子打给你，可是常常会遇到她都没打来，是，对，就刚那个一开场那个 MV 的那一首。哦，然后再来呢？故事走到一个悲伤的，后来就发现呢，我去楼下等他、哦，有一天要给他礼物，然后就发现一个男的载他回来，哎呦，就发现啊是备胎，哦，所以没有备胎，人家有没有跟你说怎样？他是过一阵子打给你，有没有跟你表示过？可是有看到一个男的载他，不是啊，他都没有要答应跟你交往，
也对。对啊，那我备胎，不要自己这样说，只是要说你失恋了这样子。啊，对，没有交往才是备胎，因为哪有备胎？备胎是有一种就是有好感，然后那个不太一样吧？哦、应该有好感吧？备胎也在车子上啊，啊没有备用的在轮胎店哎、欸。哎、欸，对。所以你在轮胎店，他应该也有在开车了。对啊，然后人家车子有备胎啦，就备胎可能不是你，或是他没有准备备胎。嗯，应该是这个概念。对。然后那所以刚刚过一阵子打给你，这句叫客套话。所以第四首是客套话吗？第四首就叫备胎。哦。可能自以为是、啊。不好意思，我自己那个自以为是的破坏你的故事、欸。就是也有可能是自以为是的备胎，就我以为他有喜欢我。哦、没关系，没关系。那你到时候专辑里面可以改一下吗？改掉。我真的很有意见。没有啊，没事啊，就好玩嘛。这是一个那个特别的创作的想法。对。所以这是你的自己的真人的故事，还是 是你的朋友的故事？这个都有哎、欸。过一阵打给你是真实的，内心戏也是真实的，就多一点，多留一点，都真实的啦，多留点时间给自己的工作嘛，先不要急着谈恋爱，然后搞不好真的啊，就是要火力全开的先去想一件事情，也许那个在这种状态当中机会就来了，嗯，就你一直在分心，对，嗯，你都要发专辑，所以。这一句叫好言相劝，可以写在第五首。好烂啊，我在讲什么啊？这个还不错，好言相劝。拜托，感觉是很好听的歌、啊。你今天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就是交个朋友，搞不好你哪天就超，我们真的安安大明星哎、欸。等你大明星的时候，在对面都请不来哟、喔。可以啦，这每个来都嘛说可以。对啊，我们等一下在那个找你画押，就我们这边就是很希望很多，就是大家就是一起来一个直播的平台里面那。我们就聊聊天、嗯、然后听听你的歌啊，说说你的作品，任何形式的我们都欢迎。好，那就是当然这边有也许这是一个就是被看得到的机会，搞不好现在线上除了你的粉丝之外、嗯、就有一些特别就是、突然无聊就进来看这样。嗯，对啊，我们也都是一直是这种想法。好啦，那聊很多也要来听你唱歌。好，所以再来要唱那个内心戏。对，哎呦，所以你现在吉他要夹一下的意思是、欸、好的，夹好了。好，我跟吉他没有很熟，没关系，我跟他熟就好了。好，对啊，因为你要表演的，交给我跟他聊天。好，我来，我们来听许淑豪唱这首歌叫内心戏。内心戏这首会放卡拉吗？这首会放卡拉吗？有、哦、会哦，那所以要在电视上，不好意思，对，这样是对的，直播就是直接这样问就好，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多余的那个人力在这，来哦，哎、欸、来了，有了，唱歌喽。突然一走进商店里，吸引了我的视线，连夏天的晚霞也黯然失色在你的面前。你甩着可爱毛，围在我眼里荡着秋千。情绪终于打开初恋，该用怎样的剧情开头？我想出一个动作，能够换你一个笑容，潇洒的和你牵手，闹钟写满这浪漫情节，我忘了要买什么。为你苦思很久，想出全宇宙最狂的心动，要让你快发现我，谁阻挡我、oh, 我来怯懦，内心戏结局你从我面前飘过，唱完就要那么嘘，嘘，对啊，对，内心戏，内心戏耶，刚刚唱的这首歌还蛮好听的哎，谢谢谢谢谢谢，干嘛谢谢？是认真说的啊，不用客气嘛。好，对啊，这首歌就是接下来在你的那个成为专辑之后，也应该会是一波的主打吧？会，因为那个慢慢慢慢被听见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就是可以重新再去回味一下的事情。嗯，哎，你是一种。你是走那种诚恳系的概念哎、欸，诚恳系是就是很诚恳，所以也不是阳光男孩没有用，你就是诚恳系男孩这样。哦，我自己乱发明的啦。
我就想说，你们都要发片了吗？帮你想个点子，反正住对面而已嘛，再送两杯咖啡过来就好。好，对对对，就你感觉你到那种就是校园里面，就是会被人家喜欢的那种人、欸嗯、就是你哥啊，其实好像叫你太侵略你也做不来，是吗？你是一个很温和的人，还是只是唱歌这样？还是这个个性是怎么来的？这个个性好像一直都是哎、欸，就我的个性吧。你是不多话吗？还是书念太多了，突然间太有礼貌了？也不知道哎、欸，就是书豪的学历很高哎、欸，是交大研究所是吗？啊，家里怎么会支持你来做这件唱歌的事？一直都在做，因为。从国中就走歪了嘛？哪有走歪、欸？那你在国中一边唱歌，还可以考到交大研究所，也是挺酷炫的，蛮厉害的。不然，但中间的路程其实都是一直就是为了要那个读书给爸爸妈妈一个交代，然后又要唱歌给自己一个交代，然后这两件事情一直在那边，很厉害啊！这两件事情都能做得来，都蛮厉害的。这两件事都对你的前途有帮助、啊，有帮助，有帮助，是吧？其实还是有帮助。所以交大你念的是理工科吗？还是对理工科的？哦，所以其实我觉得帮助蛮大的。所以你是念到硕士？对，硕士。啊，老师没有跟你说要不要继续念博士班什么之类的？一定都会。但你就是跟他说谢谢哦，改天再过一阵子打给你，是这样子。过一阵子打给你。哦，真的。然后他就再也没有接到你电话了。没有，我没有跟他讲过一阵子打给你。然后开玩笑的啦。哇哦，所以念书毕业，然后就去当兵，当完兵就。当完兵以后去当街头艺人，街头艺人呢、欸？对，你以前表演的是在哪一带？你有考证照吗？有证照，在淡水、信义区、西门町都会。淡水、信义区、西门町三个地方，对，比较常在。大概是哪一个年、哪一个时代的时候？现在2017嘛，像2017吧？我有讲错吗？没有，差不多是三四年前，三年前。你最常在哪里？大家看见最常西门町，西门町不是那个信义区那个百货公司那个中间那个一个大的那个，他们比较空间会给钱。你说西门町那里啊、哦？信义区比较给钱，然后西门町比较会观赏，真的欣赏你的表演。哦、所以你哦，所以你钱不是你的重点。我不是重点。天哪，超酷炫的！对，我之前就是有一次在新。不过你知道现在就是看起来还是蛮瘦的，就是不要钱了，不吃东西。哇，你真的就是为了唱歌给人家听，然后你希望就是有人围观。对，有一次我在信义区就是唱，还没开始唱歌，有人就丢钱进来。哇塞！然后我就很难过，我超难过了。哦，真的吗？哦，我懂，我明白你大概一些一点点的心情。哦。然后我就回去写了一首歌，叫《什么都不要》。然后这首歌就卖掉了哦，真的吗？给别人唱了。是哦，谁帮你唱走了？张柏林，一个大陆的歌手。哇塞，不会啊，那表示说就是你有很多事情一直在做嘛，卖掉这首歌才有现在的饭钱，对，是一直这样。还有吉他要那个换弦啊，或者要做什么的时候、哦，西门町最多人围观你的时候，大概是怎样的场面？就是在，所以你在那个什么小鸡那边唱吗？就是那时候过年的时候，有很多只小鸡在那边。哦，在里面的必胜机啊什么的，对，你在里面哦，你是在那个屈臣氏那个屈臣氏广场，对。哦，天哪，你就是造成交通阻碍的那个人。对，就是车子。因为那会整个那个什么，哎，那是几？那个是几条路啊？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应该有四条路。四条而已吗？一二三四五。对啊，那是一个无限交汇的地方，哎。对对对。哇塞，不过那个是可以申请的。所以你都故意申请在那里？理所当然可以造成交通阻碍。那么多人在唱，然后。都没有人丢钱，你也不会难过。还好，对，那就不会难过了。那你会唱多久啊？我会唱，我最多唱到四个小时。四个小时，一般都几点去到那个地方？有什么那个起手式跟那个结束的那个 ending pose 吗？起手式啊，没有，没有那么帅。那一般都摆好桶子放着就开始抓两下。对，一开始会直接，我一开始说都没有唱歌，直接弹演奏曲什么的。就是在那边等人，让那个 cue 人来的意思。对，哎呦，就过来。然后来了以后，好，那假装现在人都来了，假装你这里是西门町好了，随便来一下，假装演一下啊，对啊，就看你今天要干嘛。这是那位穿黑色衣服的同学，不要走，停下来听我唱音乐。哎，那黑色的过来走一下啊！哎，黑色的，对啊，就是会有一些，有时候会即兴 Q 人。来啊，来啊，继续啊！我要听。还有我身旁穿红色打领带的小鲜肉，
这样称呼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好嗨哦，好嗨哦。所以就要先用歌去跟人家聊天。对。那真的有人就这样子停下来吗？会会会。天哪，你真的是给人家一个不好意思走的概念。对。他就有人给你，拜托，给你一个白眼，然后就走。也有这种吗？会会会，不会白眼，可是会。冲瞎啦，这样子，然后就我走过去的时候，但是好的，不要唱我，不要唱我，那种感觉。哈，那在那边。哎，不过那人群围观起来的话，你就像一个太阳的中心，哎，那光芒往旁边四射，会，你还挺会挑的嘛，就意念上的一种加持给你的概念上，就是人气聚集会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心情。对啊，但后来比较少去。在那边最常唱什么歌？就是你在街头表演哪一首歌是最受到大家喜欢的？想一下，应该都是 cover 别人的歌曲。都是啊，一定都是。应该那时候还没开始写歌。我也有，可是我会不太发表的。然后有人过来听，我就偷渡一下自己的创作。真的，每个人都这样，然后唱自己创作的人就走了，赶快再唱别人的歌。我知道，这样歌很懂。一定的、啊，就是大家都想要借机这个时候那个稍微弄一下。快点拿、啊、最受欢迎的街头表演歌曲是什么？我想听。最受欢迎的。你一定有印象。我那个时候，还是他现在是爱你吧？哦，真的吗？好啊，来一下，来一下，爱你，直接副歌来就好了。爱你，爱你，爱你，随时都要一起。我喜欢爱你微眼睛，还有你的怀里，把我们衣服纽扣虎口，那就不用分离。美好爱情，我就爱这样贴近，因为你。街头真的很适合唱情歌，你长得这样，那个这么鲜甜。帅气，鲜甜，对啊，就是一个你这样子的脸孔在街上是大家会想看的。刚听到鲜甜，我脑海里有芒果的。哦，真的吗？好，所以下次你就去永康街唱。哦，是芒果冰的店门口。对对对对。老板说：“哎，我叫做 K 啊，你给我找来，然后这样子嘛，那个帮你拨开。”感觉就是那段生活你过得也蛮惬意的，还是其实有点辛苦的。其实蛮辛苦的，因为其实很累。街头那个表演的证照是每年都要换吗？每年都要换。所以你后来还有持续保留这个？有啊，都有。现在还有？还有还有，随时可以去。那你发片的时候一定要到街头唱一次？还蛮想的。要啊，就办一个特别的街头发布会啊。对对对，蛮好的啊，是不是？真的。就算是你那个最开心的地方，就去信义区。桶子放下去就先让他丢钱，然后感觉潘水，我给人小孩冲小回的，那感觉也蛮好的。对啊对啊对啊，时间下哈一过了就快一小时哎。啊，真的吗？对啊，不然你以为嘞？我骗你哦，现在已经那个50分了。真的。我们还有一首歌，两首歌哎，你还想唱几首？都可以。干嘛这样？我让你决定哎，我很少这样子的。两首。你要唱两首？好，那先唱啊。你要想要唱哪首先？过一阵子打给你。过一阵打给你。好。那先唱这首，你要 Q 卡拉吗？我先可以帮你 Q。这个就不用了，这个我直接弹。哦，这么酷！哎，这次不用卡拉哦，他说的。直接开始。好哟。过一阵子会打给你，今晚又结束在这句 ，baby。不能把想念告诉你，忍住情绪。如果我主动打给你，会不会太没有骨气 ，baby？ 不能把想念告诉你。忍住、yeah ，我只能猜个不停。不想太聪明，相信你每一字每一句，就算你糊弄我的情意，那也没关系。我会等你，不犹豫，就算你说说而已。就让时间证明我适合你、yeah ， yeah、我终于明白何为爱上等待、yeah ，一次又一次。
次的期待，你想起来，再过一阵子打给你，这一字这一句都让我期待，马上听见你的电话里，我会等你不犹豫，就算你说说而已，就让时间证明我适合你，就让时间证明我适合你、yeah、至少只有所思梦里相遇。唱完了，过一阵子再给你。你有一直听到那个相机快门声吗？啊，有有有。我跟你讲，你很荣幸哎。真的吗？对啊，他都拍大明星的，他很久没有来上班了，他很厉害，他是会长大哥。会长大哥，谢谢。对对对，他今天特别刚刚来多拍了你很多照片，一定也是你的歌声让他那个得到了一些特别的感动。哇塞，真的感觉很好啊，就是有人，就你在街头上应该也很多人会在这种时候，然后给你留下一些影像。会。然后刚刚我们，哎，快点拿手机拿来，我们要自拍耶。我们的节目啊，自拍就是来的那个大明星都要自拍。你擅长自拍吗？我没有很擅长，就也不管你，那干我什么事？就是一定要拍我自己拍嘛。啊，对，自拍就是你自己拍。那你要，你可以拍你自己跟，我可以拍你旁边还有灰熊里，还可以啊，可以。但你先拍三张嘛。好。对啊，那我们再开始。真的，叮咚，第一张。你第二张就要拍我了哦，好啊，这么好，拍照的时候没有人讲话，快，还有一张，还有一张，拍你自己啊，跟你心爱的吉他，对啊，你一定要让他入镜的啊，好，再一张好了，刚刚应该有晃到，来再一张别的，你干嘛抖啦？奇怪，最近血糖不足吗？我觉得应该是哎、欸。你今天中午没吃饭吗？就叫你去信义去唱啊。我觉得随便用三秒那个，好三。好了，下次还是去信义去唱好了。这样一直手一直抖也不是办法。哎、欸、天哪，又朋友来了。是要去信义区？就等一下那个好了。好了，节目那个到了最后一首歌的表演的时间。好，哎、啊，好好好，我今天有带一个特别的主曲。诚恳一点，诚恳一点。对啊，那歌没有好听，我就把你踢出去。好好好好，就是这就是你平常最常做的事情。因为我想说，特别很多歌手，对啊，我知道你在网络上非常受到很多就是歌迷朋友的喜欢。嗯、那、自己的作品在慢慢等待机会被别人听见嘛？那对一个爱唱歌的人，随时都会想到更多更多的那种可以表演的歌，我可以当你的那个歌词 stand。怎么好意思？你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是要一起完成你今天这个最重要的表演。这里面有几首歌啊？一二三四，就是你最常在网络上 cover 的歌曲吗？也还好，还是今天我们没有、欸、我没有 cover 过，我在网络上没唱过。天，所以就是我们今天新的吗？这个很新，我昨天才把它安排出来，要怎么串？明白，明白，明白。好啊，那就好，给我们来一个喽。钱不是洋娃娃，微笑久了会累吧，我怎么想怎么想，懒得再假装，抱歉不擅长模仿你想要的那种优雅，想哭的话就哭了啊，管谁的眼光，我有一滴泪才没悔罪，你认为的自以为并不是无所谓，别把爱情变成恶趣味，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在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遇见你，留下思念的期许。
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去学校的路很久没走，最近也换了新的工作，所有的追求是不是缺少了什么？想象的生活风平浪静，打开了窗户，突然想起你在的世界，欢迎来到安安大明星。有多久后座没人坐，没人抱着我，没人撒娇电话，没有深情的吻，没人叫你的房间像窗口门。有多久后来没有过，没有再牵手，没有再为了争吵谁先认错，再没有你抓离等待问心病。耶、谢谢。谢谢你今天来，谢谢。水城一的歌声永远最感动人。然后下个月吗？下个月要发专辑。下个月10月20号。10月20号，对，离这个刚好差不多还有一个月，就好好把自己准备一下。好。然后那个少晒一点太阳，好了，先把自己变白。这个好。然后再最近太阳好大。对对对，他说他很爱骑那个变速车哦。真是骑车上山。对啊，他喜欢运动。不过骑车很好啊，他们说那个肺活量啊，还有那个身体状况，其实都会得到很多那个特别的调整，跟这个大自然多接触啊，然后多吸收一点阳光能量，你这个人就感觉来说就更诚恳一点。哦，好，不用谈恋爱了啦，赶快先唱歌，多晒太阳，多唱歌，多唱歌，多晒太阳，然后不用交女朋友，应该是个 OK 啊。是个会大家喜欢的大男生，希望那个许书豪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你见面，然后接下来的日子里面，不敢这个有什么特别怎么样跟你祝福，但总是人生当中需要一点点鼓励，对不对？对，唱片要被更多人听见，好，对不对？帮再介绍一下自己。好啊，大家好，我是浩尔许书豪，然后我在10月20日就推出新专辑，然后其实已经在幕后待了10年的时间，有帮很多歌手做东西。那这次呢是我自己要出专辑，希望可以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谢谢大家。还有一段时间，希望你在那个新片发布的时候，其实人可以更被别人觉得是有闪亮前程的一颗明日之星，这样子。好，好不好？好，变成大明星在对面而已，然后记得要来，随时可以走过来。对对对，走过来就好了，我们也可以过去啦。就是明星邀我们做客也是我们的荣幸。好，安大明星今天来，你有开心吗？有，很开心。是，我们也很开心。介绍新朋友给大家认识，也是安大明星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谢谢书豪，谢谢，下次见喽，拜拜。说过，只说过，没有说舒服，我渐渐就被彻底撕开英雄。